很难很难，因为我们很多国产的老品牌，连提供一个自己品牌历史资料，相对于要全的这种基本的做公关、做市场的信息都没有。现在不一样了，每个品牌都有自己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好。2023年，在几年的疫情之后，迎来这么一年。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尤其像对于小米，你们这几年对于中国的很多小众品牌的推广、销售的服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的，我们中小行业的公司来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想，包括澳门钟表协会，也是想致力于推广国内的一些很优秀的手表品牌也好、作品也好、独立手表人也好，我们也想把中国的制造能力、文化能力推出去。谢谢你们，我挺佩服你们，真的。我一直也很佩服白老师，因为20年前大家对国产表根本就没有概念的情况下，您的一腔热血开始做这个方面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我跟你分享一下，20几年前我开始，我是想借助国际的品牌来讲我们国产的品牌，但那时候环境完全不允许，因为我们很多国产的老品牌，连提供一个自己品牌历史资料，相对于要全的这种基本的做公关、做市场的信息都没有，就很难很难。现在不一样了，每个品牌都有自己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好。现在包括古董手表的收藏也是成为一个风尚，就像您说的，有些厂商他拿不出资料，有很多资料都靠我们民间自己自发的去找。对，因为我们办了2次古董国产表展，对，找资料这个方面我也体会过，非常难。这个肯定的呀，就为什么每个拍卖行他们在做他们要拍卖这些表的资料的搜寻和最后拍卖册的撰写上，是很花功夫的一件事情。对的。但我觉得你们澳门钟表协会有一个闪光点，就是协会的钟表馆的馆长方馆长的收藏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财富啊。对，馆长为什么呢？他会选择在澳门呢？因为澳门也是西洋钟表传入到中国的第一站，太棒了。所以他在澳门做了一个这个钟表博物馆。对，它里面藏品也都是自己的收藏。对啊，他做下去，其实我也很佩服他。是啊，已经做了那么多年，就包括疫情都已经3年多了。疫情前他就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是的，我们做的是一个也是无偿的，对，连接古今的一个工作。因为最早的西洋钟表到中国开始进入中国，1581年的开始，罗民坚带着机械钟表来，要能够接触到中国的皇室和我们的政府人员。就靠这个，当时让我们的从皇帝到这些达官贵人所迷恋的机械的神秘的钟表。澳门钟表博物馆我也去了好几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就借助我们这个钟表展啊，咱们大家推荐我们的表友们，喜欢钟表想研究钟表的朋友们，只要你去澳门，一定要去澳门钟表博物馆。还有你要在这个什么珠海啊、什么深圳啊这一带，你也要想着去澳门钟表博物馆，因为很难得，因为在中国我们这么大，我们全世界50%以上的表都是由我们中国人来购买，但是钟表博物馆真不多，能够成型的，就是从古至今，整个来讲述钟表历史的，能够有展示实表，真的是凤毛麟角。也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故宫钟表馆，还有民间有一些，但是它的收藏品太少。澳门钟表博物馆方馆长的收藏，因为他自己的多年来的收藏，真是用一己之力挺起了一个。就是有文化、有历史传承，同时又有珍品收藏的一个博物馆，非常非常棒，大家一定要去。感谢白老师，谢谢小米。